客团的101显得有点冷冷清清，民众不参叙不逛街，信义区人潮稀稀落落，百货零售业生意紧缩。每年一票难求的武林农场赏樱专车载客数还不到60%，国旅补助下半年上路，行政院拍板的纾困振兴方案，其中的振兴抵用券这回是消费者先消费，政府再给折扣，跟消费券有点不同。消费券是人人都有，它不限任何相关的一些条件。那可是夜市券跟振兴抵用券，它基本上的逻辑是说，你要消费一定程度的金额，你才能够用这个振兴抵用券啊，或是用这个夜市券，所以它比较像是百货公司周年庆的买千送百这样的一种行销操作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模式确实有它一定程度的利基，它会让消费者的一个消费力把它给拉升。但去年9月发的夜市券，2月底就要到期，回收率也只有60%，还有约400万张没有使用。未来振兴抵用券是否真的能够带动国内消费？马英九时代有发过消费券。当时的整个统计的数字出来，就是大概有70%是花在餐饮跟零售，而零售里面购买民生用品最多。我想这个部分会对于对于就是观光产业的整个的帮忙是有限的。武汉肺炎重演2003年 SARS 疫情冲击，观光产业成为最大受灾户，旅游业引爆裁员倒闭潮。在纾困贷款方面，相较于 SARS 特别预算编列90亿元，挹注中小企业信保基金，经济部在这一次武汉肺炎编列挹注经费提高到100亿，预估可以承贷1000亿元。优质旅游协会理事长李奇岳建议，银行这次能否放宽审查一度难关。在银行方面，观光产业在这个时间点都会被银行列为就是红色警戒的产业，它的评分都会比较低。那是不是能够在纾困贷款的条件上要放宽，资格申请上也要放宽，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合得到贷款？但是因为政府它也许对于公股行库有影响力，但是有些可能是私人银行，它不见得有影响力。其中民宿业者是痛中之痛，因为卡在过时的法令，在多次重大事故的纾困贷款都被排除在外。发展观光条例把民宿归类为家庭副业，所以政府在很多次的一些重大事故的纾困上，他就没办法获得一些像贷款的一些纾困的贷款的一些帮助，或者是税务减免的一些帮助。那等于说在民宿的部分，应该要想一个解套的方法，因为民宿发展至今，房间数已经到了28000多个房间，民宿的员工人数也到了12800多人，它已经是一个产业了。除了观光产业，这次疫情直接冲击航空产业，桃园机场客运量雪崩式下滑。原本每天约有12万人次的旅运量，春节期间单日更高达142661人次，但目前已创5年新低，来到64245人次。桃园机场旅客骤减50%。根据 SARS 经验，国内7家民航业者在 SARS 期间申请营运资金融通之信用保证金额为115亿3000万。当时两岸尚未开辟直航业务。但这次疫情，两岸航班大幅砍班，冲击营收。2020上半年将是观光产业最难熬的一段时间。专家预估，暑假将迎来旅客的大爆量，观光产业将绝地大反攻，业者应该提早布局。我想 ，SARS 那半年的一个状况，那在9月份 SARS 结束后，当时有很多的业者纷纷推出一些刺激促销的方案，那也因为民众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出门旅行或出国，所以在当时确实后面是爆大量，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现在的业者也应该要去规划远期的旅行商品，那可以做一些前期的准备。武汉肺炎不止影响民众身体，也重创经济。在疫情和经济之间如何同时把持，也成为政府企业的一大考验。